Thank you.
只有这种版本的可以玩中文啊。 Wait.
日文版就应该还是要配一点攻略吧，因为这系列游戏都颇复杂。我当然看得懂日文的话，就应该 OK。下午装备，反这一代的敌人应该比较强。现在也是看着攻略在玩。不配攻略随时会卡关。
FF 系列游戏都还蛮有挑战性的。这样就比较好打多了。在的这一代的召唤兽都还不错。招才刚学会而已。OK， 那我还要一直逃跑。ATP 跑很慢，它还是会有一招魔法是可以加速。因为已经隔一个月才跳回来玩，
些地方我要回想一下。刚有讲到这一个地区是属魔法的，魔法失效。所以只能用物理攻击类的角色。就是这个区域。毕竟有十年以上的游戏，那个时代游戏差不多都是这样。这模组看起来会有那个，就是你讲的那个情况。效果好像很厉害。算了，他跳出战斗再让他复活。用模拟器有强化过。当初因为没有 PS， 所以以前就是玩这种版本。玻璃剑，
怪会放石化，等一下。装备石化的防御好了。那招防即死，那招即死可不可以防？还蛮讨人厌的。
像是从说这一代的 ATV 真的跑得比其他代还要慢，八代的话比较快一点。被你放到这一招，Bing bing.
人好多。跟他对应到的那个角色就会直接死掉。放了颇快的，OK，等一下试看看好了。不能用魔法，真的蛮麻烦的。有魔法，直接叫女主角出来复活就可以。
OK， 都没有转。欸，他的招式好像没有用。看来还是普攻比较好。
爆掉了吗？哦。比上一次简单多。